台湾圣教会总会原住民教会2022长青活动垂球联谊赛，在花莲的仁里村仁爱新城运动公园来举办，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垂球运动爱好者是齐聚一堂。县长徐正伟表示，垂球运动是老少咸宜，不仅可以促进身心健康，还能够结交许多的好朋友。县府对垂球运动的支持是不遗余力，希望能够让所有与会的选手能够在全台湾最美的球场上展现自己平日训练的成果。县长陈时中表示，垂球运动老少咸宜，从小学生到高龄长者都能够打，相当适合喜爱垂球选手来舒展身心。非常感谢台湾圣教会总会原住民教会办理2022年长青活动垂球联谊赛的促成。我想从这几年，从全中运、全民运、全中运，哇，然后之后每一年中华民国垂球协会都到花莲来哦，比全国赛，全国赛100多队参加哦。那我们呢，这个每一年也办了好多的活动，要打垂球，每一个月都可以比，对不对？周周比，哦，月月赛，所以哦，只要大家愿意出来，我们都希望全民运动，大家一起来，因为运动健康也是爱国的表现，对不对？对，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健保，对不对？哦，所以其实这时候虽然我们都退休了，但是我们还可以为地方、为社会、为国家做事，就是运动强身，强身健体，才健康的身体，彩色的人生哦，我们的文化都不用担心了，对不 对？所以谢谢我们的徐牧师哈，这一次办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垂球赛，让我们都能够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哦，以球会友哦，虽然这个有高有低，但是我们大家玩得开心就好，而且今天天气正好。台湾圣教会总会原住民教会感谢花莲政府积极推展，让全国垂球锦标赛活动顺利举办，也期盼未来能够举办国际杯，让来自全世界各地选手们来到花莲最好的球场来进行垂球运动。这项赛事希望透过全国性的垂球比赛，选手们可以同场竞技，互相切磋，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球员们来到花莲可以把优质的运动环境带回家，更能够感受到花莲的运动好风气。记者中央记者报道。